手术服可以不要穿，不要穿裤子、啊。不行，不卫生啊，不给我穿哦。不过我就最喜欢露出下体。医护人员露下体。今天我们要来玩一款外国人制作的地图。外国人，我们今天呢要来当外科手术医生哦。地图呢，它很大很大。有多大嘞？大概是小光的72倍大，差不多。你想讲什么？哎、欸，那我还是蛮大的、欸。我们今天要来救的第一个人呢，这个关卡名字叫做心脏移植手术，尝试着在你的病患的身体里面找到他的心脏，然后把它取出来。Oh my god！ 哦、准备好了吗？那个凶器是。你们在哪的？我只是在旁边指挥的哈。来，准备 go go！ 我来看一下病患的资料啊。第一关，不要一直踩他羽毛。羽毛，这个家伙的心脏没有在正确的运作中，所以我们必须把它给移除掉。哦不，不对吧？不是吧？不是吧？太邪恶了！换一个心脏吧。把心脏拿起来之后，把它放进他的箱子里。好好好，我们来开个刀吧。他的心脏，人的心脏大概会在哪里啊？人的心脏大概会在这个地方，在中间，中间偏左一点点。所以他的心脏应该在这里。我们先来把他的一些软组织给划开好了。好，这是硬组，应该是心脏吧？是心脏吗？所以第一关比较简单一点点。好好，我接到了，咚咚，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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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，把心脏放在心脏箱里，有了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可以了，过了耶！第一关很简单了，第一关很简单了。哦，他这里有手术服啦。哎、欸，我们刚刚都没有穿手术服进去，怪好痛啊！哎、欸，手术服可以不要穿，不要穿裤子、啊，不行，不卫生啊，给我穿哦。不过我就最喜欢露出下体，医护人员露下体，太棒了。这个病患呢，叫做河马的脑袋，河马，老虎，老鼠，傻傻分不清楚。辛普森的那个河马吗？辛普森的那个河马吗？美智是河马，真的是河马哎、欸！我的天哪、啊，河马哎、欸！你如果想要拯救河马的话，你必须找到他身上的小棍状物啊，然后拨动他的棍状物，好色情啊！然后怪怪的就可以进入他的脑袋了，找到他的脑袋里面的就是脑袋之后戳，轻轻戳他一下，他就会复活了。好，开机钮是不是？找到那个，找到拉杆。找拉杆，找拉杆，拉杆看到了，看到了吗？我看到，好近哦，哪里、啊？这里，哦，找到了，有了，哪里？拉下去了，你拉了吗，小光？你刚刚还没拉，好拉了，哦，他的脑好小哦，他眼珠子，这是河马，哇，好脑，戳一下，有了，你找到世界上最小的脑袋了。